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很抱歉，真的对不起。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高阳要行的问题，等他醒来之后，公司花一点慰问金就可以和解了。要是他没有醒来呢？真是恭喜，目标达成了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江一晴，法务部后来找你问一些问题。哦，资方觉得你形象很差，所以决定撤资。就是白痴啊！我让他请假，在家里好好当妈，结果他给我写个辞呈，回去处理。我离婚吧。